根据再说人家，不就搂一下吗？整天这个有事那个有事的，哪那么多事儿？不，你个混小子，你真被那狐狸精迷了心窍了？一天魂不守舍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天就让你表姨给你提亲，马上给我娶个媳妇。我不娶。你不娶谁娶？我娶啊。反正我不娶。主任。还有你，一天死守在家里不死心。我跟你说，明天呢也给我相亲去。小伙子，你刚才看没看见有一个开着货车的，就是白色的，有一个男的，就是三四十岁的，脑瓜有点谢顶的，挺绑的。连面胡子的一个男的，我们哪注意瞅这些呀、啊？不是他，没来这加油了呀？那啥时候来的？怎么也得有三个点了吧？三个点了？哎呦大婶，三个点啊，三个点都快跑到省城去了，你怎么才来找啊？这上哪儿找去？找没影肯定能抓着他，来，我帮你叫警察去。
永川，永川，你开门吃饭了！开门吃饭了！德玉啊，咋的了？你弟弟又咋的了？这是咋回事啊？把门反锁了，好像又躺炕上了。哎呀妈呀，完了完了，这可咋还没治了呢？小玉啊，快拿把斧子把门砸开，不能让他再躺下了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告诉妈，你真的没事吧？你们都消停点吧，啊，都消停点，我就没事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可咋整啊？没事就行。哎，二牛子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妈呢？哎，我们家山楂都卖出去了吗？不到啊，我拉你妈到集上找着那人了。完了，他俩说要到县上去卖山楂去。完了，没有啥事儿，我就回来了。啥？你让我妈自己跟那人去县里了？呀，这有啥的？大白天的。再说了，你妈不认识那人吗？什么牛家拐子村的，叫牛二祥子，还跑了他了。哎，菊花，哎，我今天给你家拉山楂，可是分文没收，纯义务劳动。你得咋谢谢我呀？就你这样的，帮忙都不知道帮到底，还想领人情？你好意思啊你？100两块钱。还得咋帮啊？警察同志，你可得帮我抓着那个人。你要不帮我抓着那人，我这实在的山楂就找不着了。那山楂要找不着，我那个山楂收购站就白瞎了呗。那关门不可。那人长什么样？挺膀的，然后个人挺高的，然后秃顶，然后还是连毛胡子。你在哪认识他的？就在集上，他说他帮我卖山楂，然后我就信了。然后后来我找不着他，我就去那个他说的那个流麻的收购站去找他去了，结果根本就不是山楂收购站，就是卖饼子的。他操什么地方口音？你能不能听出来？他好像跟我说的话一样，也是北方口音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是牛家崴子村的，叫牛二祥的。说了这么半天，就最后一句是有用的。行了，婶啊，都把事情跟警察说明白了，肯定能抓到他。行了，回去等消息吧。你要方便的话，自己也去找找，熟人干的更好说。警察，你到时候那个有啥消息，能不能赶紧通知我？你放心，没有问题。那谢谢你啊。这下可好，打打打不得，骂骂骂不得，养了个活祖宗，玻璃人，整了半天他还有理了，说咱们不消停，不能谁不消停啊？这里里外外的，就没有一个稳当起儿。跟你说呀，都怪他们老金家，老的少的，姑娘儿子让他们家给搅和成一锅粥了。自己家整不明白的事别老往人家身上赖，啊？该说啥事说啥事儿呗，老牵扯到人老金家干啥？你说我咋不赖呢？啊，没他儿子，那美玉能离婚窝在家里头？没他那姑娘，那永川也不能落下那个毛病，里里外外不消停。怪呀，你只怪自己的姑娘儿子不争气。不，你不咋的，你也让那个老寡妇弄得神志不清了。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这是。爸妈，你们别吵吵了行不行？咱就过点自己孝顺日子不行吗？哥，哥，小花，是你啊？我还以为妈回来了呢。哥在家吗？没有。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回来挺早啊，今天。哎呀，愿意。哥，妈还没回来呢。啊？啊，对了，哥，我刚才看上二牛了。二牛说，妈跟那个叫牛二祥子的人去县里了。去县里了？去县里还该回来了。是啊，妈走了一整天了，该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哎，哥，妈可带了10袋山楂，要是全卖了，那可是好几百块钱呢。哎，没事，妈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。哎，我去看看去。
哎，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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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是咋了？咋了？啊！咱家的货全都被人拉跑了！啊！这咋回事？这是谁呀？这是那个牛二祥子。哎呀！他哪儿的呀？牛家湾的侄子。哎呀！行行行，往屋里放。妈呀！我不跟你说过，这牛二祥子就不是啥好人，你就非得信他，非得信他，出事儿了吧？啊！这回好，全赔进去了。哎，到底咋回事呀？哎，不知道，连一身山楂全没了。哎，咋回事？咋回事？谁？听说有金家必打劫了？你也知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我看这阶段他家就不是好嘚瑟，开个收购站，这家把他养活呢，集市上不够卖了，跑县里去了。这回好，一车山楂全给人送礼了。这宝乐婶是有点太贪了，想一口吃个胖子，你看这可能吗？树大肯定招风，这是有数的。张张罗罗说找个大买主，他做梦都想发财。这回好，该，哼，把老底都赔进去了。你说当时赔我家那点钱，把他心疼的。心术不正的人没有好果子吃。哎，不是已经报案了吗？而且还知道那个人是牛家崴子村的。哟，那就抓着试试吧。那你说我要骗你，我还能告诉你说我家在哪住？谁傻呀？也对，这就是报应。喂，对，我是葫芦头的金大贵，公安局的。对对对，那个人叫牛二祥子，他说啊，他在牛家崴子村很有名，只要在牛家崴子村只有一个牛二祥子，是个摊子。乐婶儿，你还是起来吃点东西吧，人不吃东西哪行啊？这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要是病倒了就啥事儿也做不了了。好好劝劝。啊，好，谢谢于大夫。哎，我说，你起来吃点东西啊，你这不吃东西哪行呢？你看我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做的。我原先吧，先给你熬骨头汤了，这不怕你胖吗？就换了，换成海菜汤。海菜汤是补铁的，啊，啥都补。你看还有这包子，这包子是金月包的，馅儿的主意呢是我给出的，芹菜馅儿的。这芹菜不降压吗？降火，还有降血糖、降血脂啥的。凡是不好的东西该降它都降。你起来吃点啊。你这不吃哪行呢？是啊，妈，那芹菜馅的不是您最爱吃的吗？对，吴叔亲自给你熬的海带汤，啊，他在炉子前面啊，他蹲了两个多小时才熬成的。就是，你妈，你看你把我吴大叔给忙活的，你就起来吃点吧啊。就是，你说你忙半天，你不能让我白忙活呀，你咋的得沾吧点啊，是不是？哼，你摆过手，你说我都忙完，你摆过啥手啊？你这，是吧？你起来吃点，你看。要我说你这人吧，你原先你拿钱你根本就不当回事儿，你说现在你怎么钱看得这么重呢？那钱是啥呀？钱是王八蛋，没了咱再赚嘛。最主要的那就是你安全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你就当破财免灾了，是吧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是吧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是不是啊？这钱算啥呀？这你要不能赚，这不还这家还有我呢吗？你说。这还有大贵，我们俩就把你损失的钱给你赚回来，不就完了吗？赶紧起来吃点啊！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我看你这体格，你说你要不吃，这哪受得了啊？啊？哎，有事儿啊？你咋回来了呢？妈，咱晚上杀只鸡吃吧。呵，你这是啥瘾呢？好像进屋就想杀鸡吃，就馋这口了，就想吃小鸡炖蘑菇。
哟，这上上班好好的啊，就馋了，想吃鸡肉，馋疯了。杀只鸡吃你都舍不得呀，永春，永春，啥事儿啊姐？快，你来杀鸡，咱晚上吃小鸡炖蘑菇。杀鸡呀、啊？嗯，正好我也馋，拿刀去。姐泡蘑菇去。你这俩，哎，你这，你实在心情不好，那我给你唱一个。那个以前你不总爱听我唱吗？你看啊，嗯。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一顿不吃你饿得慌啊！你要不吃我就不走啊！吴大叔，吴大叔，医院要安静，吴大叔。啊，对啊，病人需要安静。就你妈自个儿没。吴大叔，你放心啊，妈肯定会把这些东西吃了的。啊，你放心，能吃啊，肯定能吃。哎，我说那你都吃了啊。这不吃不饿吗？就你这体格，你这不吃的，没事，你受不了啊！我们给妈再放下，行，妈休息了就吃啊。行，哎，那叔，起来吃点。吴叔，走了。你们先等，让妈睡会儿。你要不吃吧，我回家也吃不下去。走，让妈睡会儿。吴大叔。哎，我说你们干啥呢？巴巴叉叉的。这咋一个个都这样呢？可像捡着笑话了，是不是？背后使绊，蔫坏。哎呀妈，吴大叔啊，你这话是说谁呢？那宝乐婶那钱又不是我们几个抢的，你跟我们急啥眼呢？再说了，这老金家被抢了，你咋心疼这样呢？要不你就搬一块住去吧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家老头没文化，你不能跟他一起没文化呀。你再说吴大叔那么大岁数了，你咋地也知道个老幼尊卑吧？这个嫂子真不懂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我没文化，都没念过书，又不是村干部，哪懂这些呀？我就是个小小的村民，不愿意出啥风头，我更不会遭啥报应。你会说人话不？说谁遭报应呢？我咋不说人话了？就你不说人话，跟我喊啥呀你？怎么了？你就喊了？你喊啥呀？跟我俩？行了。你说你妈还给屋里躺着呢，别给她添堵了。行，回家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走。该。哎，看见没，都不背人了，像一家人家似的。哎，富贵媳妇儿，哎，我咋听说小海子要和金花订婚了？这哪有爷俩娶娘俩的呀？那算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他们老金家以后啥新鲜事都能干出来。哥哥还得娶妹妹呢，你们听信儿吧。哎呀，你说这你妈这不吃不喝的，身体哪能挺得住呢？哎呀，我估计啊，这个骗子肯定是附近这几个屯了。啊，大贵，你没事呢就出去转一找一找。啊，那十几袋山楂你不能白丢啊。你别说你妈呀，连我都上火了。是。对了，月儿啊，哎，你妈在所里吧，那个想吃啥你就给她做啥啊，调样给她做，啊。行了，你们呢也别上火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买卖咱还得做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先让你妈在文人所消停吧，啊，过一会儿咱们再去看她去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谢谢你大叔。哎呀，客气啥啊，哎。送点鸡汤去，他这次这火啊上大了，什么都吃不进去，我看着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。我这不想给他送点鸡汤，再好好跟他聊聊天，劝劝他。哎呀，是啊，你说辛辛苦苦的想挣俩钱，结果还让人给骗了，也是真够窝火的了。啊，小玉啊，你去吧啊，她毕竟也做过你的婆婆，你呢好好劝劝她，让她遇事往开了想。这日子还得往前走着过呀，是不是？那我去了吧，啊，去吧。嗯，爸，我妈待会儿要问起来，替我扛着呢。
你来了，进来吧。闪子回来了吗？针打完了吗？没呢，打两瓶，滴得慢，还在卫生所呢。那我去看看他啊。哎，海洋，你别去了，我妈现在心烦，她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不想身边有人围着。哎，你姐在家吗？你过来该不是来找我姐的吧？她不在。不是，我就想问问你们家那个收购站还干吗？现在不是收购山楂的季节，货源上肯定是个问题，得抓紧时间想办法，不能干等着呀。那有啥办法呀？执照都起了，不挺下去能咋办呢？说起这事儿我就来气，都怪那个赵天磊，要不是他跟我姐拖累着，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挺好。金花，你咋能这么说话呢？那你姐也是你们家的一员呢，家里人有事儿了，那就得一起担当，这才叫一家人呢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海洋，海洋。哎，他爸。啊。小玉呢？你说这张罗罗吃鸡肉，也没见他吃，这人跑哪去了？吃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就站在那儿吃的，这么大个屋，站那儿吃干啥呀？哎，我炖了那么大一只鸡，那就剩这几块了呢，还净了汤了。让你姑娘给吃了呗，本来一只鸡炖熟了也没有几块肉，她能吃那么多？这口功夫他跑哪儿去了？我说你老看着他干啥呀？人家吃完了，还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呀？你少扯，我看他啊是跟着那鸡肉啊一块跑老鸡婆那溜达去了。谢谢。嗯。哎，美玉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妈，哎，好点没？好多了，没事了。我给你熬点鸡汤，趁热喝了吧。妈，你别哭啊，妈。月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别这么说呀。本来妈想用你们存折上的钱开个收购站，想赚点钱，给天磊把那腿治好了，然后妈再给你们攒点钱。谁知道这钱没开下，一下赔了那么多，妈对不起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哎呀，我去把你那个发洋贱的闺女啊给找回来。哎呀，我说你咋那么不通情理呢？不就是一碗鸡汤吗？啊，就是乡里乡亲住着，人家有病了，咱们还得拿点东西过去看看呢，你就差那一只鸡了。不，那是一只鸡的事儿吗？那是咱闺女，就这么勾着，那早晚不给她勾回老金家去啊？勾回就勾回呗，那你还能让她在娘家守一辈子？不守一辈子也不能再回她老金家。不，那什么人家呀？啊，你看那金大贵和他妹妹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，我不能让我闺女啊当那杨二姐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确凿的证据别瞎说，是不是亲的那毕竟是哥俩，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。不，啥哥俩啊，前脚拦着妹妹不让找男人，后脚就自个就搂上了。你见过谁家哥俩是这样的？那可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搂搂抱抱的，你简直是，哎呀，我看都臊得慌。不行，就是美玉这辈子找不着男人也不能再回他们老金家去了，我得找回来。哎，小玉他妈，小玉他妈。可是妈赔不起，这事儿怨我。大贵劝了我多少回了，说牛二祥子那看上去就不是好人，你说我哪会看相啊？其实他一直算计我呢，他哪是牛二祥子呀？他是牛二祥子就好了，就抓住他了呀！不哭了妈，那公安局不都立案侦查了吗？这个坏人早晚都能抓住他。咱们呢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买卖将来咱们还得该做做。咱不能让外人看咱家笑话啊！
你说这句话。妈知道，你心里还有大闺，还有这个家，啊，没有什么大事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跟大闺和好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妈，这辈子我跟大闺是不可能了。你看你说的怎么不可能啊？啊？那大贵没忘你，那结婚照还搁家里摆着呢，就在他那屋里，早晚他都能看得见。啊，别听别人瞎胡累了，那外头的闲言碎语咱不能听啊，闺女。哎呦，我说老金婆子，你就别在那贼心不死的拉拢蛊惑我闺女了啊，回去问问你那宝贝儿子和宝贝养女都干了些啥光彩的事儿。咋的了这是？咋的了？都公开的搂在一起向我们示威了。哎，还那个有钱的老头也被你儿子给撵走了，前脚撵走，后脚自个儿就搂上了。这就是你闺女儿子干的事儿。亲家，这不可能。有啥不可能啊？你回去问问你那宝贝儿子吧。妈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妈，你哎，谁是你妈呀？没脸没皮不长记性的玩意儿，给我回家去。咋的了？这是又吵吵啥呀？不是，我说你咋还走哪跟哪了呢？都回家去。走走走走，回去。干啥？我这是又咋的了？这是吵吵啥呀？这是。王厂长是你给找来的？王厂长。啊。啊，他是这么个事儿。这个我，王厂长是路过这儿，顺便看看小玉。结果还没唠两句话呢，这大贵就把小月给拽走了，完了把人王厂长造的三不搭就回去了。哎呀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十有八九啊，弹弓打鸟，爸，白费了。哎，妈，妈，这咋还动手了呢？你咋的了，妈？别叫我妈，我毕竟是个儿子。妈，你咋的了？你说咋的了？你们做的事情你们自己不知道啊！哎哎哎，妈，妈，你还病着呢，滚！妈，我刚才看见美玉他们家出去了，是不是美玉他妈跟你胡说八道什么了？我们不行了！什么风啊浪啊的！你给我滚犊子！哎，都走走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行了，妈，咋这么大劲儿呢？你哭啥呀？你还委屈上了？得了八艘颠颠给人送鸡汤去了，那我有病的时候你咋没说熬碗鸡汤给我喝呢？那我咬你一回还不如他了。那老金婆子不就是会用嘴吗？那几句好话把你们爷几个整的神魂颠倒了，咋的还想回他们老金家去啊？哎，去去去去去，回去，我不拦你，现在就回去。干啥去？站住！你烦我，我走行不行？你上哪儿去？我回屋睡觉行不行？你说你呀，啊，有用的也说，没用的你也说，光顾着自己痛快嘴了，你就不想想别人啥心情？这个时候，小玉自己不也闹心吗？你以为她在家住着就舒服啊？听了大贵跟金月的事儿，她心里就好受？小玉呀，比谁都憋屈啊！说来说去，还不都怨他们老金家？这这么下去哪行呢？这么下去还真不行。可这个事儿咋办呢？咋办？该相亲的相亲，该娶媳妇的娶媳妇，没啥难的。难就难在姑娘儿子都是一根筋。哎呀，你说这可咋整？好了，让你妈躺着好好休息休息吧啊！哎，我就回去了，半夜有啥事儿的话你得叫我，啊？哎，好了，那我就走了啊。那这样，花儿啊，你看着妈，月儿，啊，咱俩送小顾大叔，正好你也回去了就啊。哎，
小花，你好好陪着妈妈啊。回去吧，爹，你也来了。呀，你来干啥的呀？我来看看宝乐婶啊。啊，你宝乐婶没啥事了，刚躺下，你也不用看了，走吧，跟我回家，我有话跟你说呢。走。那啥，爹，你先走吧，我跟金月有几句话，说完我马上回去啊。那行，说吧，我在这等着。金月，我想把北山的土拿到城里去测验一下，但是对山里的果苗生长要求和适应栽培的种类，我还不是很清楚。你看，你常在山里挖野菜、摘果苗，对这些一定很清楚。看你有没有时间，能不能帮我写点这方面的资料？我想参考一下。那玩意儿你开荒，那玩意儿你还没影的事儿呢，你张罗这么早干啥呀？啊！你再说你爹我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，啥不知道啊？你回家问我不就完了吗？爹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你得懂得果苗生长需要，而且得按着步骤来的。对对对，吴大叔啊，你光会说不行，你得会写，你写不出来。这事儿啊，必须人小月。行，那我这两天写好了，给你送过去。谢谢啊。哎，你不回家吗？咱们一起走吧，我送你。你送啥呀？送啊！人家这不有大贵呢吗？你老跟吵吵啥呀？走，回家，走。走啊！走吧。金月，谢谢啊。那我走了。走了，大姑哥啊。走吧，月。哥，你也不用送我了。现在还不是很黑，我自己赶走。哎呀，走啊！啊，不用了，哥。你以后别离我这么近，别总这样了。我不想再让大家说我的闲话了，也不想让妈那么难过，更不想让嫂子他们一家那么误会我。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哥，永远都是。妈，起来喝点热水吧。哎，姐呢？回去了。那哥呢？送他去了呗。妈，我觉得我哥跟小月他俩真有点不太对劲儿，根本就不跟人家说。你不在家的时候啊，他俩老黏在一起，倒根本就不黑。可哥偏要去送他，前脚出门，后脚就搂上，还嘻嘻哈哈的。我闭嘴吧！瞎在这乐乐啥呀？你一气不顺就拿我出气，以后我啥不跟你说了。等他俩惹出事儿来，我看你咋办。大贵，哎，妈，你咋起来了？妈，你咋起来了？干啥呢？你也不进屋，回屋，帮忙挑水喝。哎。
叫回来有事儿啊？咋的？不叫你就不回来啊？你想永远不登老吴家家门啊？还进城测土，到现在你还贼心不死啊？我就觉着我那项目肯定能批下来，现在没到开荒种地的时候，我就准备着先把手续先办起来。准备着？上头不批，下头挡着，你搁啥准备啊？我说你小子脑袋咋还不撞个呢？忙活啥呀？到最后都白忙活，把自个儿都耽误了。你说你不缺心眼儿吗你？反正我现在没啥事儿，闲着不也是闲着吗？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干，他给你找事儿你不干吗？啊？就想在家摆个山上那点土，这叫没事儿吗？这叫没正事儿。哎呀，我咋生你这么个完蛋玩儿啊？爹。要是等到开春，项目还没批下来，我就听你的，回城去找个班上。哎，这可是你小子说的啊，你说话得算数。算数。行，我就给你熬到开春。正好过几天消停了，把你和金花的亲事定了，日子我都选好了，下个月初八，大吉的日子。对了。你不要进城测土吗？啊，把金花带上，买几件好衣服回来。爹，我说了，我不跟金花结婚。你必须跟金花结婚，啥事都依你的，这事儿不行。我也啥事都听你的，这事儿不行。我叫上了你，妈呀！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外面胡说八道，那外面胡说八道的，你怎么也跟瞎猜去啊？你要记住这个，小月她是我妹妹。我知道她是你妹妹，可是这村里的人老胡说八道的，妈受不了这个。你说你们说话办事就不能注意点啊？一个守寡，一个离婚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小花、小月都是我亲妹妹。当年爸把小月抱回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八岁了，我全都懂。儿子，妈知道你懂事，妈也知道，这么多年，你爹死了以后。妈全指着你了，可是你知道，妈一个人领着你们三个人过日子不容易，你就让妈省省心。妈，不哭了啊，妈，不哭了，妈，你放心啊，我们三个都长大了啊，我们三个都能独当一面了啊，妈，我知道你想起啥来了。放心啊，咱过去那苦日子它过去了，有我们仨的啊。哎呀，还有美玉，我真的觉得那丫头挺好的。自打过了门以后，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人家孩子总是跟我端茶送水的，我脾气不好，说深了浅了。那孩子也没跟我计较过，真的。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说上哪儿找去？也都怪他那个妈的，总是瞎捅咕。要不然，你们俩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。儿子，你要真想再跟美玉复了，实在不行，妈去找他妈去。跟他妈好好说说软话，啊，妈低个头，妈跟他认个错，你接美玉回来。妈，你啥也没做错，你跟他认什么错去啊？啊？妈呀，是这样的，这婚呐已经离了，你放心，我金大贵呀绝对不后悔。妈，我知道。
想说什么。你相信你儿子办事是有分寸的，啊？还有，就是那笔钱啊，咱能追回来，就把它追回来；追不回来呢，咱们就当买个教训啊。你放心，这钱咱肯定能赚回来。再写几张告示贴上，然后回头给那个村口那路上那道上也贴一张，没准路过咱们村口的人就能看见，给咱送点货来。妈，现在不是卖山楂的季节，货不好收。不好收也得收，能卖点是点儿，回头赶集卖啊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是集不？是。只是咱家现在一袋山楂都没有，去集上也没啥可卖的呀。行，那你先照应着点。啊，嗯，我去集上溜达溜达。哎，哎，妈，躲在这仓房里干啥呀？没啥事，藏猫玩呢。藏猫玩？儿子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玩去。不是，孩子咋还傻了呢？你说你大清早骑个破自行车，你上哪玩去啊？春夏秋